你想食一粒定两粒啊？一个。都唔系太明白，系靠佢即系可能讲到啲重要嘅字或者即系身体语言表达出嚟咯。即系文字嘅呢一百 A 好似系字紧黄。是很多嘢讲，但是呢佢讲嘅嘢呢同我哋系始终唔同囉。即系冇乜逻辑啊，即系有一句冇一句咁。佢倾咗佢琴日咗边度囉。哦，系啊。系啊。咩叫语言障碍呢？我諗我第一次接触嗰时候我都觉得好奇怪。唔系啊，佢识讲嘅，不过慢啲啫嘛。你会系觉得咁样咁嘅问题。美。开盖，唔系开袋。摆翻只虾入你个嘴先。虾。啊。虾。虾。虾。再吹多次。说话系人同人沟通最直接嘅方法，透过说话可以清楚咁表达自己。不过，对于有语言障碍嘅小朋友，佢哋同人沟通唔单止有困难，个人成长亦都受到妨碍。边个要钱？小朋友的语言发展有快有慢的，但是都会有一些一般性的指标的。譬如24个月大的小朋友，他们最少可以用20个不同的字去表达不同的意思。而两岁半的小朋友，他们会将一些单词组成短句，譬如会说妈咪买食饼饼这样。四岁的小朋友呢，他们就会将两句简单的短句呢串连在一起，用一些连接词。譬如他们会说妈咪去街市跟着接妹妹。而四岁到五岁的时候呢，小朋友都开始会说一些简单的故事的。而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应该差不多呢可以完全掌握到呢所有的广东音。卫生署辖下的儿童体能智力评估中心，过去一年收到超过2000宗证实有语言障碍的新个案。很多时候有不同的问题，包括发展上面语言障碍，有些是整体的智力是有问题，有些是自闭症的小朋友，有些是听力有问题的小朋友。有些小朋友呢，我们会发觉他基本上面的能力是没有问题，单单在语言上面无论理解表达上面都出现了跟同龄小朋友里面一些的差异，这些我们叫做单纯性的语言障碍。Kitty 三岁读紧幼稚园低班，佢嘅表达能力弱，唔识得点样同同学倾偈，好多时都要老师帮手做传译。喂，阿 Kitty 啊，你继续俾 Kitty 玩先好唔好？好唔好啊？你 Kitty 话唔该，唔该，借我，借我玩，一阵，好吗？好唔好啊？谢谢，拜拜乐乐，拜拜乐乐，多谢梁校长，多谢，系啦，多谢，多谢边个啊？多谢梁校长，系啦。同一班两三岁的小朋友呢，有语言困难是比以前多了一些的。相信有些原因呢，就是说呢，小朋友可能他自己的先天的条件不好啦。咁另外呢，现在香港一般的家长都是双职的家长来的，早出晚归啊，咁所以他的小朋友呢就要呢去比即一些菲佣去凑啊，咁样。咁变咗小朋友呢就要在一个双语的环境去长大啊，咁。家长呢对呢母语嗰个的发展性就看得不是很重的，反而呢他们对呢英文的小朋友的英文语言能力呢，他们似乎着重一点。吃包包啊？好了，那我拿个包包给你。你想到你手上没啊？哦，行，包包啊，讲，我要包包。你要乜嘢先？你乜嘢？包包。呢个咩嚟啊？你讲咗要讲先，你讲。呢个咩？好唔好？我要食。你讲。我要食。我要食。嗱，你唔讲唔俾。我要食包包。我要食
包包系啦。你讲先，我要食包包。好啦，俾我食咯，好唔好啊 ？Give me， 好唔好啊？啊、我提下你吐出去放學，然之後跟住可能又做其他家務，我好夜先翻到嚟屋企，跟住又食完飯又瞓覺，第二朝又翻學啦。所以其實長遠都係要學校，然之後我同我太太都會禮拜六日，即係俾多啲時間落去咯，係咯。俾我啦，好唔好 ？Give me， 好唔好啊？你講好唔好 ？Yes or no？ 好唔好 ？No， 知一半咯，唔知一半咯。其實本身都要靠估咯，有阵时唔知道，跟住佢就会做身体表情，或者再唔明嘅佢就会发脾气。我要钱，系啦，我要钱，我要钱，系喎。上个月 ，Kitty 嘅父母安排佢一间志愿团体办嘅诊所接受评估，希望根据佢嘅语言发展程度，尽快接受治疗。边个饮噶？呢个边个饮噶？边个？边个噶？我定你啊？喺翻阿 Kitty 嘅个案嚟讲咧，喺语言方面嘅发展上咧，系属于迟缓咗嘅，即系可能佢表达能力似人哋一岁半至两岁左右嘅阶段，所以佢有少少单字有啲词汇，但系佢冇一啲短句，亦都冇好多词汇喺度嘅，佢嘅词汇好有限嘅。钱，我要钱系咪？我要钱，我要钱。如果你话哦，以一岁半嘅表达能力嚟计，可能佢啲音唔准唔奇嘅，因为可能佢个口腔个肌肉啊协调嗰方面其实都未成熟。要嚟做乜嘢？买钱钱粉。你要钱钱做咩？买阿钱钱。你要钱。冇提紧点样咧？吓、啊，冇提紧点样咧？你想讲啲咩啊？太阳咯、啊，吓、啊、呀！我哋认识喺呢样嘢，三条布。希叶七岁，患轻度自闭症，父母送佢入普通小学读一年班，鼓励佢克服语言障碍，融入正常校园生活。如果呢个世界上冇咗太阳，会点啊？就就会黑希叶三岁嗰阵，经政府嘅儿童智力评估中心测试，评定佢嘅语言发展迟缓。治疗咗三年之后，佢嘅表达能力仍然未达标准。我冲完啦，舒服晒啦。咩嚟噶？摸。摸下先啦，你知定唔知啊？依家？唔准摸住，你知定唔知先？知啦。唔知。点解？因为呢个唔睇唔到，睇唔到，所以希叶就唔会知咯。所以希叶就唔会知咯。摆马喺大笨象嘅尾前喺后面嘅。咁乱啊你！摆乌龟喺大笨象鼻前面。唔使再讲个鼻噶啦，摆乌龟喺大笨象嘅前面。句子组织嗰度咧，间唔中有少少混乱啦。咁譬如头先嗰个前后有啲提示俾咗佢嘅，即系希望加强翻佢概念上，亦都加强翻佢逻辑性嘅嘢，咁有助佢第日日后，譬如讲故事啊 ，even 系作文作句子，或者同人倾偈，人哋会明多啲咯。洗头了，我可以用肥皂泡变气发啦。都真系唔知噶，即系语言系天生咁生出嚟就会讲，即系细靓就会讲嘢，好自然噶嘛，即系唔需要去特登去教佢咁嘅嘢。之前冇放呢啲精力喺嗰度。佢一位叫做冇有钱人，呢个系好穷嘅人。他人咧偷咗啲黄金王，仲升唔到。升唔到中学啊！我升唔到中学系喎。个雀仔话：平时得我同佢两个咧，即系讲嘅嘢咧唔系咁多。喺温习嗰阵时咧，希望有多啲嘢讲。最难嗰啲系发音音咯，因为其实妈咪都唔系想，因为我系大陆过嚟噶嘛，咁啲发音都唔准嘅。其实，自己就好难帮到佢咯。好尖，望住两蛇，眼睛望住两蛇。好尖，四冠。语音不清咧，其实就系
在发音方面呢有系统性的问题，譬如说他一个小朋友的 S 音讲得不好呢，他就会将水变成怼，沙变成搭，即是说所有有 S 音的字呢变成一个的音。有时我们听到人家说恒心，但是他其实想说恒心的，那其实就是将这两个字的尾音呢是捞乱了，咁会引致咧人哋会唔明白佢讲乜嘢啦。咁呢种情况咧，其实咧就系语音不准，就唔系懒音嘅。今日我同我个妹一齐去鱼嗰度钓鱼。跟住点知有一个人嚟，佢话唔会喺度钓鱼噶，呢度系人哋。语言障碍影响儿童嘅成长同埋智力发展，佢哋好难表达自己，好难同人建立关系。啊，而家呢度嘅游戏机场，我咪嘅老师做理发师好啦，咁呢个 Suki 就扮呢个女仔咯，好唔好啊？好。咁咦系啦，你见到咧，佢哋咧会讲紧啲嘢噶，你估下佢哋会讲咩啊？咁你法师会讲乜嘢啊？咩啊？咁人哋同你讲啊，请你帮我剪头发啊，我啲头发好长啊，咁你要答翻人哋噶喎。你答唔该啊？系个女仔讲唔该噶喎，系咪啊？你法师想唔使讲？志峰八岁，智力正常，系啦，不过语言理解同埋表达能力表现比较差。两年前经医生确诊有特殊语言障碍。啲頭髮好長啦、啊，咁你發而家智最大嘅困難就是第一樣就同人傾偈嗰個概念咧，唔係好掌握得到啦。譬如話佢同人哋傾偈嘅時候，佢唔知道，譬如話對方同佢講一啲説話，佢點樣去回應啊？譬如話唔該多謝呢一類嘅即係對答會常用嘅詞語，可能佢哋都唔好識用。喺呢一個年紀嚟講，應該佢哋可以自己去講一啲聽我嘅故事咧，甚至去創作一啲自己諗出嚟嘅故事。咁喺智峰呢一類語言發展慢嘅小朋友，通常都會係比較少去表現得到嘅，亦都你會發覺好多時候聽故事可能都可以完全好完整咁接收到個故事個信息啊咁樣樣。哎呀，都唔記得。唔記得曬啦！朝頭早咁起身梗係刷牙噶啦。我琴日朝頭早起身就刷牙，刷完牙就喺屋企裏邊就玩。嗯。佢講説話，我諗對得佢耐，你會知道佢有時啲説話有時會調轉咗嚟講噶。其實可能講第三句咧，試關轉頭再講第一句。翻屋企就。唔係，講咗，你想啲正事君，嗰陣時，咁小朋友就會笑佢啦。咁啊嚟咗自卑感先，咁啊跟住之後咧，就會跟住有其他感覺出曬嚟啦。咁啊到佢開始就會覺得咧冇乜自信啦。你中唔中意翻學啊？唔中意。小朋友成日都話我。話你啲乜嘢啫？話我豬抌兜。呢个小朋友成日上堂大嗌，呢个小朋友突然间喊，呢个小朋友坐唔定走嚟走去，佢唔知可以点样做，佢唔识得一个规矩就话我要举手话俾老师听，我想点样，我要去厕所，我要点点，咁唔识，咁所以变咗个老师嘅投诉会好多，因为老师唔明白咩叫语言障碍，唔系啊，呢个小朋友识讲嘅啊。我问佢嘢，佢识答我喎，咁样。根据外国文献咧，咁有呢个问题嘅小朋友大概咧占整体个小朋友个比例大概系5-10% 嘅。咁但系跟翻我哋自己本中心嘅资料显示咧，其实每年喺小学阶段嘅小朋友有语言障碍咧，其实都系300-400人。咁我哋相信咧都系相当低嘅。咁可能有一大部分嘅小朋友未被发现嘅。一只麻雀，两只猫。目前全港有130,000幼稚园生，440,000小学生。引用外国的数字推算，即是有50,000+学童可能出现特殊语言障碍。这间小学去年将怀疑有语言障碍的20+学生交给教统局做评估，
确定其中一半学生需要接受治疗。跟住咧，弟弟就指住呢条金鱼、哦。教统局由03学年开始资助小学推行语言训练计划，自行聘请言语治疗师帮学生改善问题。跟住噶，其实仲有啲连接词噶，例如系言出嚟，咁佢咧就可以好稳固咁样咧，俾用纸嘅中间噶啦。之后跟住醒。剑拔配方，嗱，呢个都系原理嘅，你好聪明。配方先天弱听，影响到佢讲嘢发音困难。升上五年班之后，学校请言语治疗师帮佢纠正发音。入得。所言人。第二个。人。夸张啲啊。人。再夸张啲。人。系啦，呢、這个就好好啦。呢、這个呢第四。人。系啦，第五呢人。诶、欸，唔好咁高，呢、這个去到膊头度就算啦。人吓，呢、這个好准喎、啊。咁翻嚟，你攞啲字咧，同佢做就得噶啦。到你做咯，今次试下用佢个名第几声啦，好唔好啊？李游，应该第五系嘛？冇错。五声。好嘢。配平嘅配，中间第四。Good， 啱啦。风。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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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今日咧，翁子就冇翻学啦，然后咧，张老师咧就特别代课，就打个电脑俾我哋睇下嗰啲好搞笑嘅剧片。咩搞笑啊？有一个金鱼都可以训练咯。金鱼点样？金鱼啦，金鱼讲好啲。金鱼系啦，鱼。佩峰嘅妈妈一有时间就尽量同个仔讲嘢，等佢多啲机会练习。就攞个手咁咯。控制嗰个推左边，跟住咧，跟住咧就会去左边，然后咧咧就掟落嘅，入嗰个头嗰度。将个石头。将个石头咁。石头。石头。系啦。掟落巨人嗰度嘅。点解呢个？跟住一啲。系。No， 你自己查。佢有情绪，佢觉得话点解会咁样啊？咁样咯。我又掹，佢又掹咯。打击中咯。嗰、那个巨人嘅眼睛，我听唔到，我完全打击嗰个巨人嘅眼睛，激有啲音，阿妈咪都未必可以教到佢。我其实我发音有阵时佢点样弹条脷出嚟啊？有阵时有啲音系点样爆炸系点样出嗱？我哋都唔清楚噶嘛。其实佢都好辛苦噶。你讲多次。嘲笑。嘲笑。嘲笑。望住我。嘲笑。嘲笑。笑。笑。哇！哇！你嘅生日礼物嚟噶？系。爸爸啊！个朋友屋企。啊！咁。哎呀！你又话生日呀？语言障碍咧，其实唔系一个慢慢会好翻嘅问题嚟嘅。咁如果小朋友喺入学之前而依然都有一个语言障碍嘅话咧，其实家长就要好留心。多谢。三岁都系一个几大嘅界线啦，因为其实小朋友翻咗学，如果佢都系。追咗半年，追咗一年都追唔翻一般小朋友嘅发展嚟讲咧，咁就要开始怀疑翻小朋友冇其他嘅问题。摆书架，我摆，我唔话摆书架，朱古力，朱古力，系我帮我摆。咁而家就仲有啲音发得唔正咧，我哋唔刻意改佢住啦，我哋同佢讲多啲先。叮，你头边个要帮？我要帮，边个要帮？哇！你要波波，好啦，俾个波你。当佢未讲到我要波嘅时候咧、我即刻同佢争，我话我要波，令佢讲我要波。嗯。咁譬如你哋如果一齐玩就最好啦。嗯。你同佢去争咯。
咁譬如你想佢講乜咧，你同佢爭住講。咁邊有佢咪要同你爭，即係佢咪要講先咯。好，問下志峰先，你有冇見過小朋友咁樣啊？未啦。佢今年八歲啦，接受訓練成五年時間。如果唔接受訓練，呢五年裏面可能佢會更加差，可能佢直情依家一句説話佢都唔會講。蛋糕邊個噶？我噶。我想佢自己可以想講啲説話，起碼就算身體唔舒服啊、病啊，都可以講到出嚟。係、咯，即係有啲乜嘢需要都可以講，即係自己表達到出嚟咯。仲有講到啲咩啊？仲有講到啲等我想下先啊！好啊，你慢慢想啦。语言障碍伴住佢一世嘅，即系佢呢一生人都系咁样噶啦。不过揸下揸住佢嘅进步有几大，我嘅要求就系、是、最紧要佢可以能够学识点样自己自理咯，即系同人哋知道明白人哋究竟想要求佢做啲乜嘢嘅，人哋点样嘅，佢清楚嘅，佢好简单。系美。开盖唔系开袋，牙牙学语，我哋以为学识讲嘢系好自然嘅事。不过当语言成为障碍，我哋先至会明白到，我口讲我心，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四观。